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歌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想仗剑走天涯。提到许巍，可能有些年轻的小伙伴不太了解，他是中国内地著名摇滚天王，是80-90后的青春啊，天生的音乐神童。16岁时开始练习吉他，接走摇滚乐，从此走上了音乐之路。他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他的代表作包括《故乡》《蓝莲花》《曾经的你》等，每一首歌曲都脍炙人口，通俗易懂，深受大家的喜欢。许巍写的歌不仅是自己演唱，他还曾经为汪峰写过歌曲《流浪》，为前任写过歌曲《执着》。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毫无疑问，许巍是很多歌迷心中的神。如今54岁的许巍现身昆明某广场商演，尽管他已经一把年纪，但是他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还是那么惊人。只要旋律一响起，就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。当天他身穿黑色外套，搭配休闲长裤，边唱边弹，给观众带来了《蓝莲花》《曾经的你》等很多首经典歌曲。虽然许巍满脸皱纹，但唱功与当年相比并没有丝毫变化，依然是那种熟悉的味道。现场演唱《蓝莲花》时，一度万人大合唱，勾起了众多人的回忆杀。没有什么现场人山人海，歌迷们的热情十分高涨。为了一睹偶像许巍的风采，有的歌迷徒手拔上树杈，房顶相当搞笑。除了交通拥堵外，手机网络也一度瘫痪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另外，有一位女粉丝竟然跪在地上举牌写道：“许巍，我爱你”，让人动容。他双手合十，捂着鼻子，一度泪洒现场。近距离看到许巍，激动万分。许巍看到后，也立马单膝下跪，双手合十回应对方，让女粉丝激动不已。许巍的歌可谓是好几代人的青春，他的歌几乎是 KTV 必点曲目。虽然这两年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但一大波铁杆粉丝依然非常怀念他，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。